西那山迎亲棚，那茶那酒客新春。大家好，我是四川省泸州市纳西区委副书记、区长袁维荣。新春伊始，我给大家送上一份新年好礼——纳西特早茶。纳西位于长江上游永宁河畔，是中国特早茶之乡，中国名茶之乡。独特的河谷季风气候让这里成为全球同纬度茶树发芽最早的区域，造就了这一杯除夕出炉的纳西特早茶。纳西特早茶历史悠久，汤色清脆明亮，香气浓郁持久，富含各种氨基酸，是首批中国欧盟赴任地理标志农产品，被誉为丹霞金芽、丹霞绿珠。纳西纳山出好茶，出春佳名早天下。在此，我谨代表纳西500万茶乡人民，邀请大家品味纳西特早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阖家幸福。